大家好，老那什么来发图了。上次画的小兔子本来是个中秋贺图，结果大家竟然都说咋不给兔子穿个皮衣，我真是好吧，那就听大家的吧，看看兔女郎的漆皮乳胶衣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就来画一个吧。漆皮乳胶衣的画法，我在前面好多期视频里都已经详细介绍过了。这里就不多废话了，我们就认真画画吧。之后找到更有意思的漆皮材质，我会继续画的。考虑之后画几个可爱诱人的同人小姐姐，还请大家关注哦。肚脐还是要好好刻画一下的。基本都是之前用过的套路，细心整理一下。留下签名，大功告成，谢谢大家哦。